意嘅。阿 Larkin 啊，即係正所謂香港即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啊。係啊，香港好多人咧，表面上係一種身份，其實內裏有另一種身份嘅喎。你有冇睇呢个好似老板咁样？其实佢喺动物园嗰度扮猩猩噶。而呢个就系卖菜嘅，有咩特别啊？佢专系卖狗粮嘅啫。哦，咁呢个你唔好睇佢年纪咁细啊，其实佢系三个细路仔嘅老豆啊，仲有一个孙添啊。嗱，各位呢、這个就系佢个孙啊。唔好睇佢戴眼镜，其实佢系冇近视嘅。真系。嗱，仲有呢个啊，嗱呢一个咧，你唔好睇佢好似摄影大师咁啊，其实佢夹紧对面街个四姑咋。呢个就系四姑啦。四姑你好。四姑。喂，识唔识餐啊？识，识好多添啊，即系国内嚟嘅朋友啊。我唔系话嗰啲啊，我系话列伟雄啊。都识。嗱，佢表面身份咧就系一个电视艺员。唔系，电视红艺员啊。系一个红嘅电视艺员，其实内里嘅身份咧系一个捉虫专家。唔系话。系啊。艺人新希望。咁其實而家第一個步驟咧，就叫阿陳曉雲咧，就先蒸蒸個面先。蒸蒸個面嘅原因咧，就令到佢毛管咧就擴張咗。咁啊，因為啲蟲咧就喺你個毛囊裏邊最底部好深入嘅地方，咁要擴張咗咧就會喺度要鋸啲啦，嚇嚇。嗱咁而家咧，我就開始喺個面嗰度捉啲螨虫出嚟嚇。咁其實全個面每個地方都有喎，你睇唔睇得清楚？睇到啦，啊！但好似唔係睇佢樣喎。係啦，嚇！你睇佢嘅身體咁樣，你睇，喂，睇住個樣啊，係咪？好啊，睇啦，睇啦，身體。就喺佢頭呢度，因為呢度咧裏邊就係骨嘅，咁所以咧就冇咁容易走位。係，刮得好，刮得好，刮佢，刮佢，刮佢，截出嚟。有啲血嘅，冇血嘅。哎呀，刮暗瘡咪有血，哎呀。刮得好，刮得好，刮得好，刮得好！你同嗰啲刮痧差唔多啊？嚇，刮痧差唔多，刮痧都係唔同嘅。呢個係刮佢嗰啲少少咧，你揸住你自己諗一諗。嗱，咁而家你見唔見到？嗱，呢度有少少嗰啲啊，嗰啲咁嘅老泥，化妝品嚟嘅，老泥咁樣嘅嘢。老泥，刮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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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唔好睇啊！你咁樣頂住我，我點搞咧？成日踎喺嗰度啊！你真係。咁然之後咧，就攞塊玻璃片嚇，咁然之後咧就落啲食用嘅麻油。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咧，就係要固定咗佢喺呢度。好，講得好，講嘢，好，講得好，固定佢。有一竇啊！哇，重啊！哇，咩重啊？唔好睇一竇住，因為你哋未識睇一竇啊，先放大一竇俾你睇先。哇，好大竇啊！好大竇啊！根據燦哥所講咧，鏡頭裏面見到我呢啲咁大兜咁大兜嘅蟲咧，就係匿喺我哋嘅毛囊裏邊咧，就食曬佢嘅營養嘅。咁我哋咧就會生暗瘡啊、甩頭髮諸如此類等等嘅。啊！但其實係咪真係咁嚴重咧？啊！原來燦哥識呢啲咁嘅嘢㗎。啊！但係真唔真㗎？真㗎。你點知啊？燦哥做邊行㗎？做電視咯。咪係咯，個做電視都識㗎啦。係㗎。你唔信啊？坐低，坐低，坐低，坐低。嗱，首先我而家咧就係張開咗你面部嘅毛孔先嘅。喂喂喂，住，呢有啲儀器先得㗎喎。有儀器㗎。嗱，冇煙嘅。有。嚟，擺個頭落去。係得㗎啦。嚟，可以過嚟啊！可以過嚟。坐喺位度先，最緊要咧就貼住埲牆喎，係，等你唔好喐嚟喐去嘅，跟住我就幫佢開始捉蟲啦，得唔得噶？得，唔得？哎呀哎呀，喂喂，有冇爆光啊？冇，邊有事啫？哇，好多蟲啊！我而家攞你啲蟲去化驗下啊！你自己睇下啦。哇，喺使唔使放到咁大兜啊？真係咁大兜噶？哎呀，好多淨係塊面有蟲啫，咩淨係塊面啊？其實你身體上面其他部分都一樣有蟲噶。如果揾隻匙羹，你手上面。或者胸度，或者背，甚至乎屁股刮刮啦，周圍都有好多蟲噶。哎呀，唔係話咁，呢啲蟲對身體有冇害㗎？咁你而家死得未啊？都未。咁咪係咯。根據陳醫生所講咧，其實皮膚上邊咧好多唔同嘅細菌同埋蟲嘅，但係呢啲蟲咧基本上對身體係冇任何害處嘅。咁啊，燦哥，我哋信佢。都市人健康突擊大測試。城市人正所謂日做夜做，坐得多傷氣力，捱下捱好容易捱出病，自己都唔知嘅，甚至乎積勞成疾，一命呼呼，到時死咗都唔知咩事。所以大家應該有事之前做多啲身體檢查。係，我知道大家係冇乜時間做，所以我哋叻人二為咗拯救世人咧，就而家準備咗一個突擊嘅身體檢查測試俾大家嘅。不過其實呢個測試係測試啲咩嘅咧嚇？就測試啲人究竟俾唔俾我哋測試佢嘅。哦，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食飽飯冇嘢做嘅人嚟嘅，咁佢平時又唔做運動，於是乎咧我測試下佢嘅。係啦，呢個醫生咧都測試緊嘅。測試緊個醫生啊？係測試緊佢究竟識唔識同人哋測試嘅。測試嘅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，以上三位正常嘅朋友嘅血壓係唔正常嘅。啊，咁會唔會正常嘅人嘅血壓係唔正常嘅咧？啊，咁會唔會唔正常嘅人嘅血壓係會正常嘅咧？睇睇。個脈搏咧係1分鐘84下，你血壓同心跳咧喺做運動之前都係正常。好啦，做運動啦，做運動。係啦，跟住啊，唔好整我手骨啊。唔會，快㗎，快㗎，快啲。咦？你點可以咁嘅樣嘅啫？
上到最頂嗰級啊！無啦啦走嚟呢度逼人嚟做運動，死人中底！其實蔡少芬咧係一個樣子非常之甜美嘅藝人嚟嘅，而且身材非常均勻添，而且蔡少芬咬字係非常之正嘅，演技又十分出眾喎，係一個娛樂圈不可多得嘅藝人嚟嘅。佢脈搏咧係一分鐘120下，比頭先80下咧係升高咗嘅，即係只不過個運動量唔係好夠，所以個血壓並冇咩好顯著嘅提升。鬼唔知咩？盡量去係啦，指尖嗰度向前啦，係啊，有咁多啊，啊幾好啊，其實佢嘅柔軟程度都唔錯啊。OK。其實羅嘉良是一個樣子非常甜美的藝人，而且身材非常均勻，咬字非常清晰，演技十分出眾，是一個娛樂圈不可多得的藝人。他的心跳是一分鐘144下，比他剛才做的時候90下也是提升了，不過他剛才跑得挺快的。鬼不知道他根本上未做運動之前的血壓都是不正常的。不夠分會不會血壓高的？不夠分應該就不會，不過你如果是現在這樣，我剛才看見你有吃煙，你的血壓高的機會真的會很高。會很高啊，吃少點吧。是啊，應該不吃添。啊，應該不吃。好，想想。其實羅嘉良如果不吃煙，他已經是一個完人來的了。是完美的完還是人緣的緣啊？蛤？聰人出句聲知有得看沒得吃。好啦，其實你知唔知道啊？原來香港有啲人咧就更奇怪嘅。點奇怪法啦？咧奇怪就而家晏晝2:00就嚟3:00啦，有工唔翻就兩頭行嘅。更奇怪嘅嘢咧就係佢哋自己兩頭行不特止啊，仲翻去攞架車車埋屋企人、姨媽、姑爹、仔仔女女一提兩頭行嘅。誒，再奇怪啲咧就係嚟到呢度咧要俾錢先就免費試食嘅。啊，佢哋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傻咧嚇？問下佢哋先。好啊。我覺得自己好傻啊。咩啊？你係咪好傻噶？唔係啊。佢哋覺得自己唔傻喎，但係有一樣嘢係更加傻嘅。係咩嚟啊？佢兩麵包唔食，將啲麵包打曬喺埲牆嗰度喎。咁用啲咩黐落埲牆度咧？係用漿糊將啲麵包黐落埲牆度嘅。根據有關人士透露啊，呢個麵包砌成嘅長城咧已經籌備咗1年嘅時間㗎啦。我仲知道呢一座長88尺、高20尺嘅長城，一共用咗2000磅嘅面團嚟做嘅。哇，好犀利喎！仲有啊，整個過程一共用咗40至50個工人啊，8個師傅喺2星期之內不停咁工作造成啊，加唔加勢？而全個長城最多嘅嘢咧就係麵包皮啦。根據資料顯示，一個普通的成年女子平均每日所需要的澱粉質是275克，而一個成年的男人平均每日需要就是412.5克，即是說2000磅的澱粉是可以救到很多很多第三世界的人的。我們緊以下面那首歌送給第三世界的朋友的。 We are the world, we are the children, we are the one that leads us, da da da, let's start giving.There's a toy. 都有2000磅嘅麵粉係嘛？咁咧，即係你而家你知而家呢世界上面咧，就好多即係啲饑荒啊，或者啲飢餓嘅朋友咧，咁新聞透視都有講啊，即係覺得好似即係好浪費咁樣啊。其實咧就睇睇啦嚇。如果呢個角度咧，做一個咁大嘅一個麵包長城咧，已經可以令到咁多嘅香港市民可以欣賞到，我哋覺得係值得咯。而且我哋基本上咧用咗一啲係因為佢只係供一個展覽嘅用途啦，所以嚟講我哋都係用咗一啲比較唔係太過即係最靚嘅麵粉去做，就其實盡量將個浪費嘅程度係減到最輕。或者做完之後你會唔會要㗎呢啲？我哋就唔要㗎啦。哦，所以第三世界嘅朋友，你大家忍耐住一陣啦嚇，大家覺得咁樣係值得嘅。係，冇錯，係唔該曬羅先生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唔該。喂，邊位啊？我啊，钟仔啊，诶，咩事啊？冇，你记唔记得上次去波色嗰个女仔系傻娟啊？哦，佢几 Q 啊？做咩啊？你有冇同佢？同佢咩啊？佢睇睇阿叻仁义有咗艾滋病啊！记得睇叻仁义，咪话唔关你事。喂，边位啊？喂，喂，喂，边位啊？唔该，阿强啊。答错先啊。喂，边位啊？我啊，钟仔啊。咩事啊？冇，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喺波嗰度识嗰个女仔啊？傻娟啊。嗱，佢几 Q 啊？做咩啊？你有冇同佢？同佢咩啫？佢睇睇阿叻仁义死咗啊。正所谓睇睇阿叻仁义死咗都冇人知。我睇你點叻？你知唔知道咧？五花茶究竟係由邊幾種花整成一齊噶？唔記得咗，金銀花、木蓮花、
雞蛋花綿恩塵，仲爭仲爭仲喎，仲爭一樣唔記得咗嗰樣嘅就，不過你已經答得好好噶啦，仲有一樣係眼花嘅，唉，幾年班？中四咯，中四唔知咩叫五花茶啊你？唔知啊嘛，唔知啊嘛，讀邊間學校啊你？唔話俾你聽，咁你又買你一近啲點？喂，怪佢我啲點咩事啦？呢個歌咪啊，你唔好抵毀佢啊！嗱，話你聽啊。金銀花咯，白菊花咯，牛雞蛋花咯，玫瑰花。哎呀，真係唔知又飲，哎呀！咁你知唔知五花茶係邊五種花煲成啊？唔知啊。咁你又飲？煲咗咪飲咯，煲咗咪飲咯。咁煲咗第一樣飲唔飲啊？啊？煲咗第一樣飲唔飲啊？嚇，唔知啊。煲咗飯定係食咁樣咯？係啊。呢個仔就係江山魚翅多芬嘅，好中意食有米人嘢嘅，飛哥啊，飛哥，飛哥，你有冇飲過五花茶？有啊。咁你知唔知五花茶係邊五種花煲成啊？真係唔知啊，要真係唔知啊。金銀花啦。咁唔知你話金銀花？白荷花啦。最多作到呢兩種嘅，作唔到其他，作唔到。有天天，圓天天，一見太陽面，我心飛一湖面。叫我做人世周美善。哎呀，書都唔識讀識唱歌啫，咁個位。啊，你知唔知歌點解咧？真係。菊花咯。仲有咧？唔知啊。咪咯，淨係用菊花煲變菊花茶咯。咁咪仲有其他四種咧？知啊。啊！陣間總我簽名，你就唔同我講嘢。嚇！究竟五花茶係邊五種咧？天花啦、流花啦、眼花啦。哎呀，都話唔係咯，陣間話俾你聽啦。叻人大發言之軍事模型發燒友。你知唔知香港人有一個興趣咧，就好中意收集人哋啲嘢。係咩？有啲咩例子啊？譬如李嘉誠啦，佢好中意收集人哋嗰啲地嘅，所以而家做咗大地主啦。仲有咧？譬如何鴻燊啦，佢好中意收集人哋嗰啲籌碼嘅，咁所以佢而家做咗賭王啊。仲有咧？仲有黃小強啦，佢好中意收人哋嗰啲數嘅，所以而家做咗貴李王啊。我識個朋友仲厲害啊！仲厲害？佢中意收集啲軍事模型，好多飛機大炮喺屋企嘅。不過聽講咧，同嗰啲童年陰影有關。其實人類嘅潛意識係充滿咗仇恨嘅，所以有好多戰爭嘅出現，譬如有鴉片戰爭、中途島戰役、八國聯軍。發展到現在，我哋有自由搏擊、女子泥漿摔角同埋碧波盪漾嘉年華。而呢一啲事件，往往就會令到一啲人產生佢哋嘅童年陰影。大炮你中唔中意啊？飛機又中唔中意啊？大家而家見到呢一位咧就係鐘生啦，係你好，鐘生你好，大家好。但我見到你哋屋企咧就一家四口啊，咁但係就嗰個所居住嘅環境咧都唔算係非常之大，咁但係譬如話無形佔到你嘅空間已經好多，咁點解要利用咗空間嚟做啲咁嘅嘢咧？自己嘅樂趣啦，因為讀書時候已經建立起呢個興趣，咁而家就只係選擇性咁買模型啦，所以就可以有限嘅空間都可以運用到嘅。根據呢一位受到嚴重童年陰影影響嘅鐘先生所講咧，成日喺佢屋企就已經收埋咗成2000多件未砌嘅模型，同埋2000多塊未砌嘅生豬肉噶啦。而鐘生就話咁多種模型裏邊咧，以軍事模型係佢最中意嘅。梗係啦，受到童年陰影影響啊嘛。所以唔理幾貴都好啦，鐘生都會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咁樣務求得到佢為止嘅。你冇睇鐘生咁樣啊？其實鐘生好正常噶，鐘生好受人尊敬噶，鐘生仲好好人添啊。坦克車你哋又中唔中意啊？啊，鐘生，咁你點解你會中意砌模型啊？哦，呢個興趣可就可以擁有好多咧，我哋啲細仔都冇機會擁有嘅嘢，例如飛機大炮啦，呢啲就係啦。鐘生，請問你砌模型有咩好處啊？可以陶冶性情啦，練下自己忍耐力啦。經過咧頭先我哋同阿鐘生嘅傾情對話之後咧，我相信觀眾對鐘生都有一定程度嘅認識噶啦。我哋喺度唔該曬鐘生。汽水又中唔中意啊？十大吞撲地，你用咩形容喺外國大嘅中國人？用一條蕉啊！嚇，黃皮白心啊，係 A B C。咁你用咩形容喺香港大嘅香港人？用一條蛇啊！嚇，好似蛇咁懶啊嘛，係中意吞撲。等我介紹啲吞撲聖地嚟睇啊！第十位，公園。點解公園會成為十大吞撲地嘅第十位呢？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公園有樹木啦。同埋花草嘅，最紧要系有草丛，因为草丛可以攞嚟玩，同埋攞嚟打野战嘅。第九位，百货公司。
選擇百貨公司最緊要就係選擇一啲鋪頭比較開得多嘅訂方嘅，無他嘅，因為如果你 A 鋪頭俾人發覺，可以走去 B 鋪頭；如果 B 鋪頭俾人發覺，可以走翻去 A 鋪頭，再唔係可以去買翻對花鞋仔嘅。第八位，波樓。自古以嚟啊，男性對於波呢樣物體咧都有濃厚嘅興趣嘅，佢哋好中意打佢啦、踢佢啦、踩佢啦，同埋篤佢嘅，仲要好大力咁篤添，所以波樓好容易咁成為十大貪摸地之一啦。第七位，基豆。第六位，戏院啊，点解戏院会咁受大家欢迎呢？就是因为喺戏院里面除了可以睇嘢之外，仲可以食嘢啦、瞓觉啦，同埋玩好多嘢。第五位，卡拉 OK。第四位，医务所。香港人是非常之中意炸帝嘅，分别有炸死啦、炸伤啦，同埋炸病嘅。你睇呢位女士几似啊，演技几好啊，其实。第三位，快餐店。快餐店顧名思義就是俾人吃快餐的地方啦。如果大家是要趕時間或者冇乜時間的話，即管嚟吃個快餐。但是記住，快餐不能夠吃得多，因為很傷身，很容易有胃病嘅。第二位，廁所啊，因為方便和容易找到的關係，所以廁所很容易咁成為第二位啦。但我就不好明點解企喺度屙尿都可以瞓著覺嘅。咁當然啦，企喺度梗係唔夠坐喺度好啦，係咪阿生？滿洲金榜冠軍就係辦公室。正所謂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最安全嘅地方，最唔容易俾人察覺嘅地方就係最容易吞噹嘅地方啦。辦公室裏邊通常啲人都係中意做下自己嘅嘢，譬如呢個哥哥喺度秘撈啦，呢個姐姐秘撈當明撈啦。其實各位打工仔記住啊！最重要是敬业乐业才不会失业的。看你怎么真正叻答案。五花茶在传统上面亦即是可以说的话，习惯上面往往都包括了这五类的花类的中药材。譬如金银花、木棉花、鸡蛋花、川扑花和槐花。嗱，呢五類嘅中藥材裏邊花類嘅植物嚟嘅噃，咁可以講得話咧就五花茶其實咧冇一個絕對嘅標準方嘅噃，咁好多時我哋咧就根據嗰個人嘅需要，或者喺某一種情況之下嘅使用而配合，總言之有五類嘅花類嘅中藥材咧，咁啊基本上都可以得嘅啦。嗱，頭先我所講嘅呢五類嘅花類嘅中藥材咧，佢本身咧就有一種清熱解毒同埋有利尿去濕嘅作用嘅噃。咁啊，可以醫治嗰啲大腸濕熱嘅病症啦。啊，咁啊，對於嗰啲係相當於急性腸炎啊，我哋中醫所講嘅濕熱肚痛啊，啊大便稀爛啊，或者大便咧帶有啲黏散啊，嗱。呢五種花類嘅植物咧，都有一定嘅治療嘅幫助作用嘅噃。尤其是係嗰種槐花啦，咁佢對於嗰啲大便下血嘅、腸風下血嘅、熱性嘅出血嘅病症咧，治療功效相當之好。咁金銀花咧，佢本身又可以清熱解毒啦。木棉花咧，同埋雞蛋花咧，佢都有清濕熱嘅作用噃。咁川扑花咧，又可以有行氣開胸嘅作用咯噃，咁啊對於好多時咧有肝胃氣痛嘅病症咧，嗱治療功效相當之好嘅。即係叻人已經歷過長時間咧香港拍攝咧，即係希望有一集能夠出浮啊，喺出面拍一拍，爭求呢個新鮮感嘅。你對上一集去過第度？